碧波婷仪器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按摩女性的胸部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Ovi， 今天要开箱介绍给大家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。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去拔罐过的经验呢？今天要介绍的这东西就是一个拔罐仪器的进阶版——碧波婷按摩仪。这个按摩仪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称，它号称是会呼吸的智能拔罐。那现在我就要来为大家解密，这么大的拔罐杯是用在哪里的？就是一个碧波婷仪器非常大的特点，就是它可以按摩女性的胸部哦。胸部是女生自信来源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，不过我们却没有好好照顾她，还让她整天禁锢在内衣当中。透过碧波婷的智能呼吸拔罐，能够深层放松我们胸部的肌肉。经过胸部的经络主要有肝经以及胃经这两条，肝经的这个肝脏是跟我们身体的情绪有非常大的关系。那么肝脏对于女生的生理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哦。如果说月经不顺啊等等都跟肝脏有关系，那通常女生在经前感到不适的时候，除了情绪比较起伏烦躁之外，也会有胸部胀胀不舒服的情况出现，这个时候都可以使用碧波婷按摩仪来放松。